谢谢我们中华邮政公司宜兰邮局周局长帮忙，我们全国吴文公理事长，我们宜兰县的李理事长啊，平天哈，啊，还有我们的处长哈，我们人物人民服务处的，啊，各位科长啊，三位啊，我们邮局的最辛苦的督导啊，以及所有同仁，早上我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啊，刚好也是我们部长来备询啊。 我最后一段的话，其实就是讲到今天下午的行程。我说我今天下午要到我们中华邮政公司宜兰邮局，来跟同仁加油。因为我上个礼拜呢，也到我们总工会，总工会现在作业很忙，因为很多的书份方案呢，如火如荼在进行。那我也特别跟部长要求，就是我们交通部所属同仁，啊，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。 尤其我们，交通部主管的，不管是观光，不管是对港口机场啊，其实就是受损最严重的。那我们现在肩负的一些防疫的一些工作，就是我们中华邮政啊，这些防疫物资的一些发放，啊，可以讲说是这段期间增加大家很多的辛苦。我特别要求部长呢，要注意大家的工作状况，不要过劳。第二个呢，啊，大家。 这个加班费嘛，也要特别来考量哈。第三个就是说我身为民意代表，我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宜兰县乡亲父老，感谢我们宜兰邮局同仁大家辛苦。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吴理事长啊，来看关心我们，他是最关心我们宜兰的哈，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业务上的沟通。我想，你有在做事情，老百姓一定感受得到。我来这边看大家，大家一定知道说啊，我有来关心。